好，现在唯一的重点就是八戒通行证啊。为什么？哇哦，我真的可以预览你。看起来是一些晕眩技能啊。风吹是你变天的白发，微流沙的发，你的眼中暗沉沉一生。是真的你变天的白发。那我现在已经算是装最强的两只了，对不对？OK， 就这样。欸，我宗师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他排行榜好像都固定，都不会变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会多久刷新一次啊。他有赛季的这样。希望是常常更新。